雨水多啊，雨水多，所以伊排迄落哦，无法度，有法度排哦，但嘛是落雨落遐久，哦，伊的水一箱拢为迄落，像有看板啊呢，哪个无看板，佫较严重。哦，损失真就差不多哦，拄啊讲就差不多要挖五成个啊，系啊。你落温带五成，拢有水箱就对。系啊，啊所以哦，真迄落就像讲，咱也无顾忌，啊真过我刷来，过我看哦，五股也无三礼拜了。啊，你损失偌济是？迄落真落安尼啊，损失落迄落，你看卖真笨蛋落安尼，吼。慢等下两三天啊嘞，唔敢从迄度出，迄度啊出货啊，所以无注意啊，伊进时啊，迄度啊追上啊，哦，所以进拢时啊，迄度啊唔敢整落，整落你那去市场嘞，拍卖家己计算。哎，刚刚市场收慢来迄落，所以你，吼，刚刚市场收慢来，甲你关心。事实这样也无讲怪市场啊，你市场遐阔，你嘛一时就讲买对单，迄无可能啦。但是伊卖咱卖的拢是迄个选举呢，偏选举外省市的。啊，迄个算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你即个吼，事实讲啊，伊真吼把遮农民改成足济啊啦，市场偏向讲改成足济。吼、哦，就讲迄路哪会较迄路吼，就讲。真是无，阮是目前阮是看伊个现当个出点出发点是讲吼，农家农民的农产品有些变动，安尼就感觉到了。像较早拢，像较早迄路啊，伊还袂做市场迄阵，旗山的金蕉，春龙三颗上来时啊，咧讲。你等一下。市长，方便转一下生丝吗？好，市长好，议员好，还有各位媒体。那我们现在前面手机已低呀、啊。现在八月好，整个好雨的一个龙水的一个状况。那主要是因为西南风跟西南气流上的一个影响，所以持续连续的一个下雨，那使得就是我们呢、哦、目前已经有公以大七美地区的这个六个公所，再加上紫关，哦，总共七个公所目前回报的这个灾损的情况大概是在401万哈啊，但是整个雨势哈，应该还是可能会持续下，预计可能礼拜三、礼拜四之后才可能停止。那因为龙笋通常都会是迟发性的，所以等到那个太阳出来之后，它可能这个情况会更明朗，那可能也会更清楚。刚刚市长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木瓜的部分哦是礼拜五就摘了哈，它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我们现在一看它就会有相关的损伤，所以这次为主，主要就是以木瓜，那另外就香蕉。哦，然后发热的部分柠檬，哦，然后还有就是蔬菜上的一个部分，哦，啊，所以这里我们目前啊，包括还有六龟的这个农田的部分有这个淹没的部分，埋没的部分哦有7公顷，那另外这样流失的部分有3公顷，损失的话大概目前估算出来是700万的一个部分，哦。好，这是今年度的那个整个这个灾情上的一个部分，在3、4月份的时候就是旱灾，所以今年大家很少吃到。荔枝跟玉荷包，还有现在龙眼，大概也吃不太到。但是灾损整个损失就已经达到了1.7亿左右哈。然后接下来就0517的一个豪雨，也造成的就是也是大溪美地区为主。好，那我们整个救助的金额达到1211万。那目前呢，7月02号的这个西瓜跟这个香瓜的一个部分，上一次市长。哦，也有去哈，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也有到美容这边来看。那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办理中，并在进行相关的发放上的作业。那另外我们也因为知道会有豪雨来，
所以也特那一次的木瓜它没有开成整个天然灾害，所以我们有特别跟就是请我们这个农务科这边，然后特别进到这个山这边来哈，然后来办理木瓜跟艾玉整个面临到气候变迁跟豪雨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去让我们的农产品是不是能够有它更好上的相关的照顾和栽培上的一个技术。然后但是还是很不幸的就是持续涨的这个年雨哦，也造成了相关的伤害来造成。另外我们也到桃园地区哈，然后辅导相关的这个艾玉，然后也因为它也是迟发性的一个灾害，所以后来艾玉也有在开这个整个的栽种啊，然后目前都在进行相关的办理当中。那这次的西南方的一个气流，那我们应该目前为止自然都在启动哦，那等报农委会，那如果确定整个木瓜的灾情还会启动的话，那我们会赶快迅速来做。农委会目前已经决定就是应该要开始开木瓜，那其他的部分还有这个芭乐的部分柠檬这个因为它都是开花啊，因为把花打过了，那过去的农损的部分是要确认它是不是果子成熟之后，所以这部分我们要再跟农委会跟农事所相关的单位来做相关上的一个研究。那香蕉的部分的灾损的情况也严重，那另外就是紫冠的蔬菜上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紫冠还有60公吨的这个高丽菜那如果最近的菜价我们也都有在密切的注意，如果菜价有高昂高扬的时候，我们也会来赶快释放出来，然后配合农委会相关厂的一个作业。好，那目前呢这灾害主要是以水伤为主那刚刚有说过就是灾害通常会有迟发性，所以等到天气一放晴，我们已经就是跟这个农委会跟这个农改场都已经联络好，就会马上来进行相关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确认，然后来请各区公所然后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灾损的报告。从上礼拜市场我们就一直在做相关上的一个查报当中那的一个道路市场都有相关的损坏，所以这部分公所的人员他们也很帮忙然后因为都要透过李干事来做相关上的一个协助，所以这部分我们也请公所来积协李干事来联系，我们会加快相关的速度，那也会让整个启动灾损的一个查报的作业会更顺利，然后整个救助金的发放也会更快速。然后目前整个我们包括就是地力的改良还有肥料的一个补助的部分我们都在启动当中肥料补助可以到1/2然后这个整个地力的改良可以到1/3，然后有机质的肥料上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最多也可以来补助每公顷来补助这个每公斤2块钱最多可以补助到6公斤。对，那目前的木瓜的价格市场是不错，产地价就已经要40块所以它目前已经是非常的完美成熟的状况之下然后发生这样的一个天然灾害然后我们也非常感到非常的不舍。那以上是先做简要性的一个简报现在树上基本上你水伤你要是结果像这样看不出来，所以你摘下来，必须要摘下来，对，一定要摘下来。差不多2天，2天都可以。他们伤心了，主要他还有败根的。这个我是市政行政，市政的，李丽婷，差不多有那个过手了差不多拢下啦。OK， 这都拢安尼啊，板地迄路啊，无法度通迄路啊。这也熟的。这种跨步是最少跨步了啊！快摘下来，摘快点吧。半锅半锅，没有啊，差不多你做完了。有话。来，楼顶哥，来，好，等那个东西。哎，别，别等，这是怪呀，目前根据七个公所商的统计，
我们目前的灾损金额大概是401万，但是后续因为还会有迟发性的灾损，所以我们会等这个整个天放晴之后，然后会来迅速的来跟这个农改场，然后来赶快来进行相关上的一个勘查。那目前我们也在申报这个跟农委会，所以农委会也已经正式直接就把木瓜的部分天然灾害补助的这个救助啊就直接开立了哈，所以之后所有的这些有农损的农友啊，我们请这个公所主动来查报。那除此之外，也请农友哈来跟公所或者是跟这个李干事来联系，我们会加速整个启动这个整个救助上的一个作业和现金上的一个发放。那另外就是农田灭失和这个流失上的一个部分哈金额大概差不多在700万左右，哎啊，所以这一次事实上整个西南气流所造成的这个连日的这个绵雨，那对这个整个农作物的影响事实上是蛮大，尤其是连续好雨哈，然后一个礼拜以上，事实上都会对我们这些果物来造成相关上的伤害。那目前木瓜的价格事实上是都不错哈，然后都即使是现在的这样的有一些受伤哈，那如果是好的一个品相，原本都有在40块到50块哈均价以上哈，然后这一次真的在收成的时候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害，事实上农民、市长、生员都非常不舍。我想我们跟市长也一样，哦，那因为农民真的都把所有的这些农作物都看成他的孩子，哦，所以呵护他们。那我们会赶快来启动相关上的作业。另外就是肥料上的补助，还有就是地力改良上的一个补助，哈，哦，那这方面哈，哦，然后市政府也都有在做相关上的一个补助上的作业。那也可以跟公所这边来联系，或跟农业局来进一步上的了解。以上，谢谢。市场农村看的是。